赵姓是一个汉姓，嬴姓十四史之一，发祥地在今山西省。赵父封于赵城而得赵姓。赵国战国七雄之一，三家分晋时，赵烈侯建立赵国，后于公元前222年灭于秦军之手。从建国到灭亡，赵国共经历180年灭。第二个代王赵燮，赵燮秦魏人，战国时赵贵族，公元前208年被张耳陈余立为赵王都信都。第三个宋，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，可细分为北宋与南宋，合称两宋，共享国319年。又因国君姓赵，未区别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，故亦称赵宋，也被称为火宋、炎宋。